家產是廣州一帶一個最歹毒涼薄的咒罵語，是毒罵和詛咒他人全家死清光的意思。有學者就認為頂你的肺是來自你的諧音的，不過關於頂你的肺的出處亦都有一段流傳的典故的。有一次，一個早已破瓜之女嫁到郎家，為怕被丈夫識破自己不潔之身，於是預早準備一瓶紅藥水，燈一開，大吉利是，何解床上有灘藍色的血水呢？以下落嚟，我哋將會向觀眾示範一下點樣運用廣東話粗口。Are you ready？ 走吧！今次我唔